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童话时光。接下来是培乐多彩泥手工制作时间哦。今天我们将又给这两位公主来制作漂亮的裙子哦。下面我们赶紧来制作吧。
好了，现在两款公主裙都已经制作好啦。小朋友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工具，那像这些工具来制作多种多样的裙子哦。只要您充分的发挥想象力，可以制作好多款漂亮的裙子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两款吧。下面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呢？这两款我们的制作都是首先做一个打底的裙子，然后在上面加一些装饰。左边的这一款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，我们只是把就是装饰放到那个打底裙的上面就算完成了。右边的这一款呢，我们就再加多了一层的那个纱布了，然后再把其他的装饰给装饰上来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玩呢？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了，小朋友们要记得订阅我们哦，拜拜。